炎魔兄弟。可能三星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找那个，想办法找圣盾啊，圣盾可能要先抓。而且有些牌跟炎魔完全不搭，所以等一下可以买这个跟这个。OK。超怪，我搞不好那样值得啊。他也是炎魔 ，OK， 可他运气感觉比较好一点。我任务解比较多了。OK， 一起解任务。我接比较多，谢谢你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。我的一面应该给他这个吗？他已经有个三合一了，还会先攻。给他卷地效应不行哎、欸、，fuck， 还有三合一啊！天哪、啊！胜利，他又有一个三合一啊！表现不错。这边刚先把这个卖掉，然后这样可以保证 buff 到他身上。不过刚其实也可以考虑抓保温赌客赔了。保温赌客三合一跟那个 token 三合一有点像，我看。啊，我解完任务吗？好像不会。差三个，八块钱解完。对，这边我要拿一些圣盾，三合一。非常糟糕，老天爷啊！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他已经两个偏斜。三合一，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天哪！现在他还可以啊，只是之后应该不大行。这张之后可以给他圣盾，所以可以养这张。
哇，两个金鸡，赞！没有白选你啊，奈特佩格。三，我的迎面提你的，打靶喽！哼，要来比一场吗？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这应该只是来打工的了，给他吃一次，其实应该就很好了。哇，怎么没有给到任何经济？你怎么挂了，詹里斯？还在他用鱼人侦察兵哦，他在转鱼人侦察兵哦，詹里斯就这样挂了。QQ， 我们现在其实算还 OK 啊，主要原因是我们 buff 都中中间的牌，所以我们变成不是那种两头就只有头跟尾的研磨，只有头跟尾的研磨就，一般来说就有点糟，哇，可惜啊。才会，只有两只强的炎魔就会很怕那个各种憨儿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，不然干脆回家。这是我的国度。大小炎魔，毒鱼。哇，这是什么鬼？其实我应该卖这张啊，我应该冰，然后下轮再卖这张。只是我应该先买旅店风暴，然后先看旅店风暴里面是什么。除非我要卖这张或这张，还爆啊，还有金桶啊。三，感觉他金童没有发挥到之类的。很认真干活。我有抱歉吗？我可能有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嗯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我应该打了不少元素这一轮呢，感觉这张应该还行。
三。大爆炸。有人可以把他打爆吗？有墨具体应该蛮难的啦。No， buff 到自己了。OK。对啊，这边还有一对配。这超需要圣盾的，六个三二一是怎样？表现不错呀，保持下去。OK。应该是走的脏啊。为什么我觉得他百分之百有收割机啊？等一下，是他有六个三合一哦，他没有任何三合一，为什么我觉得他有？他一定有收割机吧？干！可以。啊，好像没事。我有48%会死掉。是该神行啊 ！OK， 给他多一点血。哦，我刚刚没有 buff 到对人哦。等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他知道我这个在前面，牺牲这一只。哦 ，OK。经济，这独盾帮了大忙啊！老师要怎么打这家机械？稍打他其实应该蛮有用的，可稍打我也很有用。
感觉不是骚啊，我们的盾也很好。不知道，这只有两块钱而已，理论上。加他的血，我的赢面比你大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，不然干脆回家。我不知道啊，他阵容比较好哦，应该输了。把他阵容比较好，大爆炸。如果先解掉一个这个，然后这再撞进来的话，我们还会一滴血活下来。可那个真的超难处理，搞不好也是烧啦，就是大家都没有得完。他刷新圣盾能力又比我好，所以蛮 没救的。哦，话说他最后也是炎魔。最后两个炎魔在前二。